大家好，我是柯柯，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款我最近用的还蛮上手也还蛮喜欢的，叫做 AGCell。 那它其实中文名称叫做复活新生软壳膜，顾名思义它就是里面有神奇的软壳膜。软壳膜的特色其实它就是可以记忆肌肤的纹理，然后还有让肌肤就是变得比较水嫩保湿。那 AGCell 它主要的使用方式就是在做完基础保养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。那我刚刚已经做完基础保养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咯。接下来有蒸取，其实它不用很多，5分钟过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脸好像贴了一层膜一样，有反光哦，反光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准备可以卸掉的，用擦拭把它擦掉。那卸掉之后，其实肌肤的状况就会感觉亮亮的，然后也还蛮保湿的，状况大概会长这样。OK。